老家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家。一栋50年的老房子，由屋主陈老先生传承儿孙，加入了更多有想法且充满理念的年轻团队后，展开新的经营与新的体验。在地人与回乡客团聚在这栋老房子里，集结了各自专长，教育、电影、艺术、美食、音乐等，秉持打造苗栗艺文新基地的宗旨，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多感动与欢乐，并分享给每一个前来的朋友。